在网络上有聊了很多，但是都没有碰过面。对对对，那、哦、所以你是一城组的吗？没有，我是工人，然后是那我今天这个我需要直播出去吗？应该不用，如果他们应该有设定，就是他们每个一城柜里面，应该他早上都有在电脑里面设定那个串流软体。哦，所以我不用再做，我只要负责讲就是可以了。哦，好好，那应该没有问题。好，那谢谢，但是这次太麻烦你。我本来想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投稿，对，还好你又提醒我。OK， 好，那就没问题了。好，谢谢。我在想，你是不是我中间，还是前面，还是后面，还是干脆中间、前面、后面都由你来讲？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毕竟你是 cospeaker 嘛。我觉得老师的想象比较适合。那我觉得可以插一段啊，因为反正我也讲不了那么长啊。插一段，毕竟 Python 是你做的啊，不然我就在 Python 那边让你讲 Python 部分，要吗？应该是不用。不用啊，我觉得不错嘞，你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其实不错啊。你想想。如果你觉得 OK， 我就一期，要不然就最后 Q&A 有需要你再帮他补充，好吧？没问题。好 ，OK。那时间是10点开始吗 ？OK， 那我这边还是时间到的时候提醒我一下。谢谢，好，谢谢你，谢谢。我有试过了啊，直播你们都设好了哈、哦，所以我不用处理嘛。直播都设好。OK， 好 ，OK， 谢谢。
报告的是一个我们自己做的程式语言叫做 SwiftOne。 那这个语言其实跟其他的语言的目的不太一样，因为其他语言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转成机器码直接去跑，我们写的是编译器。而我现在这个语言我们做的主要不是编译器，而是转换器。虽然我没有写编译器，可是我觉得它比较重要的功能是转换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语言的设计和用途是什么。好，那这是我每年都固定教的一些课程。那主要是在这个第二部分的这个系统程式的课程的时候，会教到编译器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些程式员的设计的想法这些东西。那可是我每一个这三个系列都用不同的程式语言，有用 JavaScript， 有用 C， 有用 Python。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不是那个脑袋记忆力很好的，所以常常会一下子写 JavaScript， 一下子写 C 的时候转不过来。好，现在想，我们是不是有可能用一种语言不需要换？你也可以让它速度快，也可以让它速度慢，你也可以让它弹性好。那这些就是我们 SwiftOne 当初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说，让它用来产生其他语言，而不是产生机器码的原因。那我们在系统程式里面这门课，我们有教 C 和 Linux， 但是我们焦点主要放在虚拟机、编译器和作业系统上面。那这门课上面有很多的 project， 我是从那个成大的黄敬群老师 Joseph 那边拿来教的。那我们有教简易的递回下降剖析法这些东西。那后来我看 Joseph 他有一个专案叫 AmmaCC， 那 AmmaCC 就有用到一个，他是改另外一个专案来的，那个专案叫做 CFOR。 那我后来看到 CFOR 这个专案，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了，因为它这个 CFOR 这个专案只有500行的 C 语言，但是呢，它写了一个几乎是完整的编译器，可是它不是符合 C99 的语法，也不符合 C89 的语法，它是只有整数、INT， 还有CHAR， 还有指标，就这样，那语言只能够有这三种形态。那可是它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让我可以把后面的一些东西可以接上那个完整的编译器去。那所以看了这个专案之后，我就觉得，我对编译器应该是有足够的了解的，那我能不能自己写一个呢？后来我去查 CFOR 的 GitHub fork 的专案，又看到有人帮他写了 Git 的编译技术，那所以他整个系列就很完整。那这个是那个 CFOR 的网址，他应该是叫 RSWIER 这个人所做的。那它可以自我编译，这是一个蛮强的功能。我觉得短短500行的 C 语言程式码可以做到自我编译，然后它里面还附了一个虚拟机。那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专案。那我就喜欢一个专案的时候，我都会把它 fork 出来。所以我就帮他写了 wiki， 直接在 GitHub 上面写了 wiki。那后来我又在系统程式的时候，我觉得只教能编译的那种语言，或者是只教编译器，就还漏掉了一些东西。关于程式语言的部分，就是解译器怎么办？那很多语言它动态语言它会支援 closure， 就是说闭包这种东西。那我不太了解闭包怎么做的，所以我就去找，找到这个 MiniList 的专案之后呢，发现它对 closure 的设计。看懂啊，那看懂了之后，它只有1000行哦，所以其实不太难看的，而且虽然 CFOR 500行，它1000行，可是 CFOR 的每一行可能差了两三行，就是其实是两三行合起来。那 MiniLisp 它可能1000行其实真实只有700行，剩下300行是注解。所以它其实没有很复杂，那里面还包含了一个 G
GC 哦，就是包含了 garbage collection 的算法。那所以就把这个程式看完之后，哎，对于动态语言，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可以做得出来。那于是呢，我们就在想说 ，OK， 那这个我又 fork 又加了注解，然后想能不能写一个具有高阶虚拟机的编译器。那也就是说，这个虚拟机要能支援 Clojure， 然后对变数指定形态之后，它却可以跑得跟 C 和 C 加加一样快。可是我第一次尝试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对 C 加加的新版语法，特别是2011的还有2020的不太熟，那我那时候做不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做到。但是那时候就想，欸，那我能不能退而求其次，我不要马上做一个又要产生 C 加加，又要产生动态语言啊，那所以我们就只照顾弹性就好，不要考虑速度，先专心处理Swift类型的语言。那这时候呢，就制定了一组语法。那这组语法是 EBNF 写的，不过我的 EBNF 没有用标准的格式，所以有些人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怪怪的。我采用的是比较偏向于正规表达式，啊 ，regular expression 的那种。如果上面只要是有问号，这个就代表它出现名词或名词。那有星号的就代表说可以出现类型次数，加号就代表要出现一次以上。那这些语法写下来之后，其实是一边写一边改啊，哦，所以这些语法大致上你也不会去细看哦，那因为除非是真的去写的时候，但是基本上你如果对编译器的BNF 语法有去看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像 C 语言就有点长，可能要到四五页。那最短的语法可能是 Lua， Lua 这个会常常在用在那个游戏引擎里面的，那它的语法是 BNF 是最短的，那大概也差不多是我这个长度。那所以我们的 BNF 跟 Lua 其实是差不多长的。Lua 是一个特别设计非常非常精简的一个语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Lua 的历史？Lua 当初是巴西，它有一阵子是美国禁止出口软体到巴西，那于是呢Lua 的设计者他在那个巴西的一所大学教书，然后后来他们被迫就只好自己设计了一个程式语言，然后软体自己生产，那所以就他设计的非常非常精简，特别精简。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也有点这种风格哦，就是设计的语法会特别精简一点。那这边是一个简单的程式，我拿来示范我们 Swift Y 到底是怎么样子写，然后怎么样用。那这边有一个字典哦，就是它可以做翻译，一读是一个英文对中文。那 translate 这一个函数，它可以把其中每一个字都翻译成中文。那所以当我做这个 Adobe Translate Page 把它转成中文再印出来之后，那它就会得到像这样的结果啊。我们没有写虚拟机，我们直接转成 JavaScript 先去试，因为我最熟的语言是 JavaScript。 那我们先转成 JavaScript 去试。那我就现在使用的平台是 Python， 所以我们就这样跑它就可以转出来。首先这个语法都是模仿那个 GCC 的，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个 H O 然后输出到目标语言上面，然后再去 run， 因为既然目标语言是 JavaScript， 那我用 Python 输到这个 JavaScript 就可以了。好，那后来我就想，如果我们可以转 JavaScript， 那我们应该也可以转 Python， 甚至可以转 Dart。 那为什么是这三个语言呢？主要是因为JavaScript 照顾网页照顾的比较好，那 Python 呢照顾 AI 照顾的比较好， Dart 呢它可以让你跨所有平台，然后可以上 App。 那所以如果可以转这三个语言的话，我想基本上大部
部分的东西，除了系统层次要强调速度以外，其他的应该还可以。所以如果可以转这三个语言，应用层就搞定。好，所以我们就期望做出这样的东西。虽然第一个我们那时候已经做了，那第二个呢，那时候我还没做。第三个有想法也还没做，那就刚好我有一个蛮优秀的学生啊，刘立勤，那他也是我们今天的 co-speaker， 那他就很热心的就来参加这一个 project， 然后他就把 Python 给做好，那所以就可以转 Python， 然后他本来我是请他做大的，因为他比较熟大的，后来他发现他很，因为他有一些形态，那有一些形态可能觉得，在这有形态怎么加不知道，因为他参考的 JavaScript 程式嘛，然后觉得，JavaScript 毕竟是一个没有形态的，那所以后来就改成去做 Python， 然后我做大，所以这两个后来都做出来。好，那所以刘立勤把这个做完了，那我们又把 Dart 也做完了，那这样他就可以转 JavaScript、Python、Dart， 通通都可以转。那我们写这样一个程式，我把它转过去，用这三个转过去，它都可以跑。那它转出来的程式码会像这样，这个是转成 JavaScript 的结果。你可以看到 import、let、export 这些函数都是 JavaScript 的语法。那本来我们是使用for 什么 in 什么，它因为 JavaScript 的 in 是取所有值。它也奇怪，那比较正常的是用 of， 我们就直接把它转成用 of。你往上一页看的话，就会看到，这边其实我们是用 in 的，那它转成 JavaScript 对应到语法，必须要对应到 of 才会对的，那转成 Python 的时候，就又变成 in 了，因为 Python。JavaScript 不正常，它的语法历史因素比较多，所以要包袱也比较多。那 Python 看起来更短，更清楚。那这是转成 Dart， 转成 Dart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list， 这是因为我们上面的原始程式码里面有加形态，所以我们的程式码是可以加形态，可以不加形态的。那你可以选择性的加，像在这里。我们这个 fn 就有写 list， 所以它产生出来那个大的程式码，它就是 list 的形态。好，所以根据你指定的形态，它转过去的大的就会是就是对应的形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三个语言里面只有大的有形态，其他的所以，这样子处理掉就很容易。但是，如果要转成 C 加加的话，因为几乎每个东西都要有形态，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一开始失败的那个地方，我没办法很成功。后来我在看 C 加加2020之后，应该一之后就有一些比较弹性的语法，到2020之后就那个语法就变得很弹性，那我发现是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后来也做了一些。可以转 C 加加的部分，但是还没做完。好，那所以这就是我们 Squid 的语言它的现况。那主要就是我们写了一个叫 S1 的转换工具，那它可以帮我们把 Squid 的语言用 S1 当副档的转过去，变成是 JavaScript 变成 Python 变成副档。那之后我们还会转。CPP C 加加，那我们其实还写了一个直接编译完变成虚拟机的中间码，再写了一个虚拟机再去跑，不过这一段也还是没写完啊。好，那目前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我刚刚没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只有语法统一，函数库却很分歧的话，那你还是没办法跨语言，变成你在 Python 可以跑的，在JavaScript 不能跑，
所以我们就加上了一组系统函数。那这是 JavaScript 的系统函数的部分，这是Python 的系统函数的部分，这是 Dart 的系统函数的部分。那把这组加上去之后，常用的一些部分几乎都可以跑。那这样就不用在 JavaScript 里面写 console.log， 在 Python Dart 里面却要写 print 的，那我们就一律统一用 log 就好。好，那 for 回圈也是同样的形式，因为Python 里面是用 range， 那 JavaScript 跟 Dart 其实不习惯用 range， 那我们统一就是使用像 range 这样的，或者是直接用 create list 这样子 all in 就可以。那这样尽量把语法弄到很简单、很统一的形式，那这样我们希望说，script one 之后，大家就只要写一套，然后你就可以产生三套、四套去跑。那你希望跑得快，你就转 C 加加；你希望，它可以写网页，那你就转 JS； 你希望它可以做 APP， 你就转 DAO； 你希望用来做 machine learning 做深度学习，那你就转 Python。 那另外有一个想法是，既然都可以转，那我是不是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变成一个 service， 那我再用 message queue 去这边做 async，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可以建立一个系统是各个语言可以在一起运作的？这个目前还没有做到，但是是未来的一个可能追求的目标。好，那我们 script one 现在也可以写自己的函数库，那它这些函数库也是被转成各个语言去执行。像这个就是我们写一个比较偏基于统计上面的一个科学计算函数库，那这个是向量的内置，看它写完之后就基本上它会转成 JavaScript 转成 Python 都可以让你在各个语言里面去呼叫。啊，这是转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是引用函数库的程式，然后就它可以跑。那接下来是，如果你单独使用某个函数库，它是其他的语言所不支援的，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在其他语言跑，就只能够在这个语言跑。像这一个例子，我们引用了一个 Oak Server， 那 Oak 是 Dino 上面的一个。Server 的 framework， 那我们就把它引用进来之后，直接包成一个物件，然后就用 script one 去呼叫，最后是可以跑啊，那就这个最后执行出来的一个网页的结果。那我习惯用 Dino 来做网页，所以我会比较需要这样的功能。那这大概就是我们 script one的现况。那我们还在尝试怎么样，就是已经做了一些，它可以把这个 script one 转成虚拟机的组合语言，然后再用自己写的虚拟机叫 VM one 去跑。OK， 那这种主要是因为我上课我上系统程式，希望能够让同学真的很清楚的了解，这种编译器到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那另外我们再尝试怎么样把它转成 C 加加，这样就可以跑得更快。那 C 加加现在有支援 Auto、Lambda、Class 这些东西，所以我已经试了一些了。那个 Branch 有开，也可以跑一些，还没有完成。那所以看起来是新语法的 C 加加应该是可以支援我们，可以足够我们 Script One 去转出来。好，那我基本上我自己会是最早使用者啦，所以我会尽量把上课的范例就全部改用 script one 式，然后一次跑多个版本，学生爱看 JavaScript 爱看 Python 爱看 Dart 让他自己选，我就不用写三套。好，我希望说如果他足够成熟，那我们就可以或许就会有使用者群那但是这个还言之过早，目前使用者基本上就是我跟刘立行两个人比较多那我希望说他未来有一天他也可以变成一个
就像 Python 或者是 JavaScript 这样子，大家会去使用的语言，但是现在我想应该还没有，目前就是我们两个是最早期使用者。好，那大概我们今天的报告就是到这边，哎，看看大家对我们今天的报告或者是 Screenwise 或者是我们的工具有什么想法。限制的，一定是有啦哦。因为我们现在所支援的东西，其实，目前你像我们没有 switch case，因为 Python 本身不支援 switch case， 所以我们 Screenwise 有点像是取大家都共有的，它只要是一个语言没有，我们通常那部分就不取。那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子集啦，就是所有人的子集。那不过它现在有 try catch， 有 class， 有 function， 啊，有基本的回圈，啊，以及这些都有，但是就是都是大家共有的。那如果太特殊的，我们就比较没有。那还有没有？OK， 请说。JavaScript 的 type 吗？ Type 哦， type of 不就是在判断，如果在执行上要判断类型。对， type of 其实我们现在还没去用上它，但是是可以呼叫的啦，因为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函数去呼叫应该是可以。但是可是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每一个语言它传回来的 type of 不一样，名字不一样。那我们在那个系统函数里面，我会尽量把它统一。可是，即使你统一了，有可能会有想不到的一些使用者去用的用法，是你没有考虑到的。于是，它可能在 JS 里面可以，在 Python 里面就挂掉，就不行，它就 error， 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们希望说尽可能用系统函数去处理掉这部分。如果没有刘立奇，我们这个专案可能就没有拍成。好，你不要改。这个转换会很快。转换很快，因为我们现在城市都很小，所以我不能说它很花时间很花时间，因为现在城市都太小。那如果以后有大型的城市的话，可能比较会知道。我也没有去，目前没有去测它的 performance， 但是目前就是打下去马上就出来，因为城市都太小。那如果大家有对这个专案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在 GitHub 上面直接把这个专案fork， 然后呢，如果发现我们写的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会发 issue 给我们，尽可能的看怎么样子改会让大家最好用，再来改这个专案。今天就先到这边了，那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私下再跟我来讨论。OK， 好，谢谢大家。那下一个议程会大概十点。十点四十开始。
用那个不是我们设，对对对，那先开一个。啊，真假？不要、哦，不要这样子。OK 啊，谢谢。哇，直接大外泄。
都来这样子，压力超大。大的要来，当然要来听。啊，真假？啊，没有，我一定之后去支持你哦。啊，很久没看到，我原本想说这样子做比较简单，结果后来发现大部分好像都是整 PDF。他要 Premiere。现在可能地方已经弄差不多同标题。嗯。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会讲不完，我选十分钟一程就东西有点多，对啊，东西好多，我要跳着讲讲。
多人，天哪，好多人。喂喂，好 ，Hello， 大家好。那这一节的议程是用 GitHub Action 帮 Minecraft Server， 然后做一个 Status Card， 就是状态卡。那因为这一节议程只有十分钟，然后加上内容其实做的有点太多了，所以变成我们只能很简单的把 GitHub Action 的介绍，还有那些重点设定带完，然后还有当初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碰到的比较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带过去这样子。那我们预计会这样子把那个整个程式写出来，开始就检查 server 的状态，然后解析它 response 的 data， 然后把状态卡生成出来，然后做一个 commit 以后直接推到 GitHub。那这段因为都可以直接用 TypeScript 还有 JS 写完，然后官方在 GitHub 他们有给我们一个JS 的套件，所以我们待会直接用 JS 来做会比较快。好，那我们现在认识一下那个 GitHub Action， 他们给了三种类型的 Action 可以使用。第一种是 JS 的，就他们比较推荐简单的 action 会用这种东西来写。那因为他要打包所有的那个 dependency， 然后放在你的 GitHub repo 上面，所以他不太适合有那种 C 加加 add-on 的，或者是他的 dependency 很多的专案。那 Docker action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一个 Docker 的 image 来做 action 的处理。那基本上它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跑，然后最后 composite 就是你可以把 show script 的那些再加进去，应该说是最有办法。灵活使用的 action 这样，然后 Docker action 它的问题就是你要跑一段image build 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不想要 build 的话，你就用 composite action 来直接把那个 image 拉下来这样。然后如果是我们要写 TypeScript action， 你其实可以直接用 GitHub 提供的那种范例的repo， 然后直接用范例来快速建起来这样。然后它主要设定都会在这个 action 点 YAML 里面。那里面设定也主要最重要的就是你的 input 还有你的执行环境。那下面的那个 runs 就是它的主要执行环境。那这边用的是 node， 所以它就会指定说它的主档案在哪里，还有 node 环境。那 input 就是之后我们 action 里面要用到的使用者输入。那这东西就最为重要，所以就简单带过。那组成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到 repo 看这样。那我们之后我们就直接把那个程式，然后做打包，然后上传。那因为刚刚前面有讲过，就是 Node 的环境一定要那个把整个 dependency 都打包起来，所以官方是推荐用 NCC， 就是 Versal 给的一个打包工具，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包在一起，然后上传上去。那上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被 reject 啊，因为我们 dependency 有点大，所以你有可能就有用到 C 加加 add-on 的时候，它会因为档案过大被 GitHub reject 掉。那如果你用 LFS 上传的话，它会因为LFS 档案其实是一个 file pointer， 所以也会被也会不能跑。那最后就这样子，底下都是 dependency， 你就算上传上去也不能用。那最后只能换成 capacity action 或者是 Docker 的环境来跑。那我们这边就因为 Docker action 要做一个 build 的环境，所以比较慢。那我们就用 capacity action， 再用 show script 把 image 拉下来，然后再执行这样。那我们只要改那个runs 的那种环境，把它改成 composite action，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这些 input 要传到 show script 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这些 input 它原本是用环境变数的方式传入，要再把它传到 show script 的环境变数里面，这样。所以底下就是在做把那些环境变数重导向的部分。然后这个是 Docker file， 那没有时间讲，所以跳过。那这边在那个环境变数的部分也是要把它在 show script 里面再重新导进去一次这样。然后这边我们是利用那个 GitHub action 它的 workflow， 然后在我们每次把 commit 推送到主分支或者是我们发出 release 的时候，直接把整个 image build 起来。那之后 build 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执行的时候，然后把那个放在 Docker Hub 的image 拉下来，然后直接执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像如我们前面设定的那个 Docker action 要重新每次都要做一个 build 的动作这样。然后这个一样就是前面讲过的主要的程式嘛，那基本上就是前面讲过了，就把伺服器的资料读取出来，然后用 canvas 画一张图而已，所以就不讲。那主要再来是
这个应该字是看不到的，就是他们提供的GitHub 提供的一个套件，然后它可以直接方便的让你把那个 GitHub Action 的input 吃进来，它是从环境变数吃的，所以这边就是在上面会主程式的地方会把 input 用它给的套件吃进来，然后再传到 commit 这边，然后就把整个答案生出来以后推送到 GitHub 上。那使用上的时候就另外建一个 repo， 然后使用前面建出来的 action， 那做出来的图片就会像下面这样子。那你在使用的时候主要是用到GitHub Action 它有一个 Chrome tab 的部分，那在 Chrome tab 就是有点像是 Chrome tab 的语法，它会定期执行，就是你指定的 GitHub Action， 所以上面有一个 schedule， 然后用 Chrome tab 的语法指定。那这边是每五分钟执行一次，那下面就是我们设定的 GitHub Action， 然后还有它的 input 这样。那下面的就是指定说你 server 在哪里啊，然后你的背景图要放什么，然后还有你的 GitHub token。那最后执行起来就会像下面这样子，它就会每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执行一次那个整个 workflow， 然后把刷新完的 GitHub 刷新完的 status card， 然后传到你那个 repo 上面，然后下面就写说是你的 action bot 在执行这样。那比较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虽然我们设定 Chrome tab 是每五分钟执行一次，但是 GitHub 他们官方有说，就是他们 server 在忙碌的时候，其实不会就是照你说的这么准时，每五分钟就跑一次 action， 所以你可能看到的会像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每隔十五分钟跑一次，或十分钟跑一次，有可能你过了一小时、两小时才跑一次，所以其实这个目前这种算是趣味应用，它是比较没有真正的生产价值，所以。我做这个的目的比较想说，就是有办法利用 GitHub Action 这种免费 runner 的形式，然后来做一些比较趣味的应用，因为它没有办法真的很准时的在你指定的时间点执行，就是希望未来大家可以那个，就是多多发掘这种比较趣味的玩法这样。那再来，因为剩三分钟，我们直接进 Q&A 这样，因为前面讲很快，如果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觉得比较，还是我再讲一下那个，好像差不多，OK。有一个专案我最近看到是用 Go 写，它叫 ACT， 然后它可以在本地直接执行，对，但它也是有限制，就是它只能执行那种 push 或者是就是特定的工作流程，它没有办法像说 GitHub 一样什么流程都可以执行。还有其他问题吗？我们还有两分钟，有没有讲太快了，所以没有听懂？因为我好像只有讲个大概。最后的结果它会是就是直接是一个 PNG 档，然后那个 PNG 档会放在 repo 里面。那这个 repo 像是它这里是直接推到 master 分支嘛，那我们可以直接根据它的那个你点下去那个 status card 的那个答案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路径，那那个路径就可以每次都可以连到你最新的那一张图片档上面去这样。啊，如果你是直接放在 Discord 的那种平台，因为它是预览的，它有点像爬虫，虽然你只会看到当下的结果，但如果你放在 Remix 上的话，你每次出现的都会是最新的卡片这样。欸，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子哦。OK， 谢谢。
把那个朋友的议程听完以后再下去看。哎，对，我下面五十五分开始。对。这是 Google Cloud 的包包。我先给他前面那个。嗯。前面给了哦，前面给，对，我都是就是讲钱嘛，我都直接先给。那我是直接开我的，对，因为现在 OBS 正在跑了，所以你现在直接开你的这个就好了。我要登账号，那我要 OBS 要开着吗？登账号 OBS， 应该还好，因为密码它可以查到。我刚也是在这边输密码，太狠了。反正应该没有什么 keyboard trick 那种东西，对啊，应该没有。